After War Idol Robot RPG 是一款设定在第四次世界大战20年后的放置收集型游戏。在这个世界中，到处都是暴走的机器人，玩家需要收集废料，制作出自己的机器人大军来作战。机器人会在地图上自动战斗，搜集素材。我们可以使用素材换取属性加成，或者打造出更稀有的机器人。随着组织的队伍越来越强，我们也可以深入更危险的区域，去寻找更珍贵的资源。在队伍培养成型之后，还可以进入挑战副本，面对更强大的 BOSS， 以此来获取抽卡资源哦。有兴趣的玩家，现在就下载来组建你的机器人大军吧。Sony Xperia 5 Mark II 21:9宽萤幕比例，游戏画面看更多，还有超震撼的前置立体声双喇叭，给你剧院级的游戏体验。